Hello， 买一的粉丝，大家好，又到了介绍好东西的时间啦。最近啊，陆续介绍很多真无线耳机、麦克风给大家。那今天呢，就要来介绍蓝牙喇叭啦。最近啊，疫情很严重，所以大家没事情做啊，就待在家里听音乐、玩玩猫咪狗狗啦。那在我手上的这颗呢，就是现在最最最流行的 Marshall Ableton 蓝牙音响。那相信不少人一定有在网路上看过啦。因为它真的质感做得非常好，外观很好看，而且非常非常有型。Marshall 品牌呢是个英国品牌，他们是做音箱吉他出身的，那是非常经典的摇滚品牌。Marshall 的地位啊，可以说是如果没有 Marshall 这品牌，就没有现在的摇滚乐喽。那 Marshall 涉略蓝牙音响的时间啊，大概其实也有好几年了，在调音的做工上啊，都有非常好的高的水准，一代也比一代进步。他们就是直接把他们经典的音箱的造型，然后直接做出蓝牙音响这样子。Marshall Ableton 这款呢是目前大家最受欢迎的其中一款喇叭，为什么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它是目前 Marshall 最便宜的蓝牙音响，然后方便携带程度啊也是最轻巧的，只有 0.7 公斤。再来看看它的外观哦，它整体的外观是用硬橡胶仿皮革的纹路去做的，所以它的质感非常非常好。那前面的部分这里，金属，它是用金属的编织网格跟它的主视觉 logo Marshall 的字样去做的，整体就是做的方方长长，所以说其实在放置的部分都非常的 OK。不管啊是你要放家里客厅、厨房啊，还是你有开店，就是摆饰或是顺便听歌、户外露营啊、野餐都非常非常适合哦。上面的按键功能键啊，可以调整大小声、暂停播放、上下手。那这边的部分呢，可以显示目前的电量。再来啊，它的防水系数是来到现在最高的 IP67， 意思就是说它能在水下一公尺以内长达30分钟，非常强。那一般的雨水都没有任何问题。那在蓝牙的规格上面啊，它是采用蓝牙 5.0 的规格，所以说在音乐的传输品质质量上都会比传统以前的蓝牙 4.2 规格好非常非常多，声音的细节程度也非常强。播放的时间部分呢，充饱电能够连续播放20小时左右，那充电大概充3个小时会满。突然没电的话，大家其实也可以不用担心，因为它有支援快充，只要充20分钟就能再用5小时，非常非常的实用耐用。这款的声音调音的话呢，它是以低频非常饱满的声线去组成的，那乐器部分表现非常清楚分明，定位感很强，那非常的适合流行乐啊、独立乐团、嘻哈，甚至电音 EDM 都非常非常的适合。OK， 那这次介绍的 Marshall Ableton 蓝牙喇叭就到这边啦。如果你喜欢这款蓝牙喇叭的话，都可以直接私讯我们FB 直接做联络，或是直接到我们的门市去购买啦。那现在疫情严重，所以说你如果要用邮寄的方式，要用寄件的方式 7 啊，我们都是可以接受的哦。那我们这次介绍影片就到这边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